来用我的外表骗财骗色。我想要提名你做当事，伊才叫做死弟弟，然后隐形报复。你才当个涌泉来报复盛唐，你现在要把伊的票倒出来，恭喜你摕到盛唐开发领导权。你是不知影，甲有亲密关系的人，你就是搞怪。三立台湾台。